90岁的叶爷爷独自推轮椅回家，辞旧职工看到赶紧上前陪伴。叶爷爷患有严重糖尿病，进门很吃力，但他不要职工协助，习惯靠自己推轮椅一层层上阶梯。 12月中，志工在东莞到叫郑家坊，察觉有些照顾户穿的衣服单薄，床上的被子、床垫也不够暖。达成共识，搜购东一东贝，一户户送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是不是？哇，漂亮啊！好，来给你们，好暖和哟。哎呦，刚刚好。 年迈的、独居的，还有智能障碍的照顾户，志工亲手帮他们铺上保暖的床垫、被套，穿上冬衣外套，阴冷房内萦绕满是温情。带新闻真善美志工谷细凤、郭真显、蒋明广东报道。